大家好，我是爽歪歪 YRCS， 今天要来开箱的是 Kiki。 好了，看起来 Kiki 应该一脸是跟我一样尴尬了。好，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款全新的 OPPO RCS。 那这个 RCS 的话呢有什么样厉害的，首先打开就是我们的主角，就是我们的 OPPO RCS 手机的话，有几个重点跟它的优点哦，想要跟大家讲。整支是非常漂亮的、亮丽的红色手机，亮丽搭载 4GB 的 RAM。那重点是你玩游戏的时候操作不会卡，那不会顿，那你可以全萤幕开高帧率，开到120。那双主镜头可以看到双主镜头，在你自拍的时候呢，拍起来可以直接裸肤，非常的漂亮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它有 AI 智慧感光，拍摄人像跟夜景的时候会比较清晰。那来电横幅的话呢，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，它上面会有一个横幅让你直接去接，那这样不会占满整个屏幕，让你直接挂网变成挂机仔，所以不怕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女友男朋友去 gank 你。那另外呢，你看我这样一直转，重点就是它有一个月牙弯的设计，比较好握，那音效的话呢也会更提升。那拿起来的话呢，如果再加上笑脸，就会跟我在广告一样尴尬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PPO 竞拍的一个样子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还有一个 Book 传送，充电快速，然后续航力够久，它不怕没有电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准备来介绍下一个，你可以先休息啦。重头戏来啦，重头戏就是我们这个在1月24号到2月28号在 OPPO 的网络商店跟全台的 OPPO 体验店购买 RCS 新木屏红色特别版，前500名就送你限量 RCS 专属传说对决立体保护壳，之外还可以上网登录3月7号抽出一个幸运儿，再多送你4支 RCS 全系列英雄雷雕手机哦。讲讲结合传说对决5打5的团战精神，每一个礼盒它会附上法师、战士、坦克、射手、刺客，每种职业会有7种不同的造型，然后总共会有35支英雄才随机出货，所以你拿到的时候你会充满满满的惊喜，就像剑拿出鸡蛋一样。像我这边拿到的就是阿杜温、艾里，然后罗尔跟刀锋，还有我们的勇，就是我们这一次拿到的这个随机出货。那如果你们那边拿到的话呢，记得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哦。我们来近看一下，老师看得到才有鬼啊！调皮，来近看一下，这个壳非常的完美，这个炽天使上面刻的就是它的英文名字，如何？立体浮雕超美的哦，它这个是防撞，然后好握，也不让你容易滑落。所以呢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赶快去购买吧！哦，全新月牙弯设计，不止好握，也让你的音效更提升哦。OPPO Camera Phone。今天呢，势必要来想办法。哇塞！